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最近功课好难哦，不会做了啦。加油，加油，跳高一点！哎呦，好可惜哦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们最近功课越来越难了，这个连连看我不会做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姐姐，这很简单，就是数字一直连连连到大的啊。连到大，你会数吗？一二三四。我会数到十哦，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我后面就不会。后面是十一呀，十一，两个长一样的十一。好，我找到了。这还是多少？十二。对，那你再找十二，是这个啊。哦，弟弟，这很简单啦，你自己想一想好不好？我还要画画，明天要交。哦，好吧。加加加加加加加，可是我还不会。哎呀，真可惜。十二之后是十三，但我找不到十三呢。弟弟，你看哥哥在看电视，很有空，对不对？嗯，去问他。哦，好。也找到球了，对对，加加加加，哥哥，哥哥。哦，我看了这紧张的比赛，不要那么大声啊，吓我一跳。好啦，哥哥，对不起，但我们最近功课就有一点难嘛，你可以教我。我看一下啦。嗯。就连连看，我连连看这么简单，你就从数字小的连到数字大的就好啦。哥哥，我连到十三，但我找不到十四在哪里啊？你都会讲十四了，十四在这里啊，一跟四，那十四后面呢？十五啊，在这里嘛，一跟五就是十五啊。你上课是不是都没有听老师在上课啊？怎么都这么简单的就不会嘞？哦，很笨呢。嘿，哥哥。我就是不懂才问你嘛，你怎么可以骂我笨啊？你很奇怪哎。好，我要说你，你平常上课的时候也没有认真读书，所以考试都考得很烂，你太笨了。哎，你又知道我没有认真读书，我那个考试比这个难多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哥哥，你为什么那么大声跟弟弟讲话啊？他只是不会问你而已啊。姐姐，嘘，你画画要安静的画画，我跟教弟弟功课，你不要插嘴好不好？哦，拜托姐姐，你画那什么啊？头发那好像是用蓝色的，丑不拉几的。什么什么丑不拉几？哥哥，你讲话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臭嘴巴！什么臭嘴巴？我有刷牙吧？很恶心啦，哥哥。你才恶心！你才恶心！你才恶心！姐姐，我决定了，我们跟哥哥切八段。哼，不理你了啦！不理你了啦！弟弟真的很幼稚哎，现在什么流行切八段，我们就留八十段啊！切切切切切切切！姐姐，你很奇怪。爸爸回来啦！爸爸，怎么了，宝贝？爸爸，我跟你说，哥哥啦，他一直在欺负我跟弟弟，很坏。爸爸去骂他啦！好好，来来来，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，爸爸来了解一下哦。怎么回事啊？又吵架啦！来，哥哥、姐姐、弟弟，谁要来跟爸爸说啊？爸爸，我说，就是啊，弟弟在写作业，然后他不会，他就跑来问我。可是我在画画，我明天就要交了，我没有空，就叫他去问哥哥。哥哥在看电视，看起来很闲很闲，一副没事的样子。结果呢，他看弟弟的作业就说：“好简单哦，你连这题都不会，你好笨。”对。然后又看我的图说：“好丑，丑不拉几，怎么画这种东西呀、啊？”爸爸，刚刚哥哥在家里就是这样子骂我们的，很坏哎。对啊，爸爸，哥哥怎么可以骂我很笨？我又没有很笨，我只是问哥哥功课而已耶。你去骂他啦，坏哥哥！什么坏哥哥？你们两个才讨厌吧？爸爸，我也要说。好吧，弟弟要我教他功课，对啊，我有教他。可能连连看这么简单，从数字小到数字大的，他只会到十，后面十一就两个一还在一起，十二就一加二，这么简单，那就是笨嘛。还有，爸爸，你看那个姐姐画的画，
然后人家头发是用蓝色的啊，然后那个腮红那么大一 K， 丑不拉几的，我只是把实话讲出来而已啊。哥哥，这叫做创意好不好啊？而且弟弟哪有笨啊，他只是还小，以后长大就会了啊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奇怪哎。好了好了，姐姐弟弟，你们两个先不要生气哦，来冷静一下。哥哥，爱告状。哥哥，干嘛？哥哥，爸爸现在在跟你说话，请你转过来。哥哥，你刚刚真的有觉得姐姐的话很丑，弟弟的问题打扰到你了吗？有一点。哥哥，爸爸在跟你说话，请你看着我。哥哥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些话其实很不好听哎？你想想看，如果啊你在外面有人说你长得丑，如果说你功课不好，如果说你打篮球投不进，运动神经好笨哦，好傻哦，你这个傻瓜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懂，我会很生气啊，他们又不懂我。哎，我都有放学的时候去练那个三分球，我才可以投得很准哎。那我一定会骂回去啊，我说拜托你们两分球都不会投，你们才笨好不好？是。哦哟，哥哥，你看看，你会很生气对不对？爸爸刚刚只是举例而已，你啊你就一直你好笨哦，你又骂回去，好像你嘴巴里面都说不出好话哎，这样讲出来的话好难听哎。姐姐跟弟弟是因为觉得哥哥很聪明啊，所以他才把话拿给你看，那弟弟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会才拿来问哥哥啊，他们是觉得哥哥好厉害哦，可是你却说了这些话，让他们心里好受伤，好难过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听到了这些话，你自己会觉得难过，所以你说出了这些话，他们也会觉得难过，对不对？爸爸，我知道错了啦。姐姐弟弟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太凶了。没关系啦，哥哥，我要跟你说对不起啦，我刚刚也说了不好听的话。那哥哥，等一下你可以教我写作业了吗？ OK。 谢谢哥哥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所以呢要常说好话，这样子心里才会舒服，更何况对待外面的人，我们也都要说好话，这样子别人的心里才不会觉得难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啊，别人如果攻击你的话，你也用不好听的话攻击回去，这样子也是不太好的行为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来练习说好话，从哥哥先开始。好。姐姐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很会画画哦。真的吗？我记得啊，你上一次那个长颈鹿啊，你用红色的画斑点，很有创意哦。谢谢哥哥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你打篮球的样子超帅的，我超喜欢看你打篮球的耶。哥哥，你是我心目中最棒的哥哥了，爱你哦。救命！救命！那弟弟呢？你啊，你要换你换你。我呢？姐姐呢？每天都穿得漂漂亮的，像公主一样，我好喜欢哦。谢谢弟弟。那哥哥的话呢？哥哥很棒哦。每次我电动不会打，闯关不了的时候，哥哥都会帮我闯关成功哦。很棒的哥哥。弟弟，那爸爸呢？来称赞一下爸爸。爸爸哦，我想一下哦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有看过爸爸有特技吗？特技？什么特技啊？爸爸在煮饭炒蛋的时候，可以把蛋，哎呦，粘到天花板上面去啊！真的吗？哎呀，就妈妈不在，爸爸就练习一下。那爸爸现在蛋还在上面吗？他好像昨天掉下来了。我掉下来了。你好酷哦。是啊，你们看，说好话是不是大家心情就会变得很开心？所以啊，要常说好话，好运才会来。要每天笑嘻嘻，每天说好话。对，我们老师也有说，不只要说好话，还要每天要日行一善哦。像上次我就有牵奶奶过马路，
哦，对耶，